设府用地，建筑高，民忧不兼天日。下一章，设府用地住宅盖13层到19层，那么将100多户的住家的阳光都遮住了，所以希望呢先理清日照的问题。那林口街80巷公寓住宅就位在广慈园区的北向，有严重的日照问题。下一张，上面就是林口街80巷的位置，就是位在广慈园区的北向，就是有日照问题。下一张，那第一次开会的时候，2月27号，新委员曾经表示说，林口街80巷只有8米。那现在假如用400的容积率呢，没有20层，也有15层。那这样子的楼高，在8米的道路里边，要退缩很多很多都不够。下一张，那在4月2号的时候，李委员也曾要求都发局要做模拟日照的模拟，以解除民众的疑虑。那么张委员也表示过说要建议都发局预做建物高度及配置模拟，都没有做。那审查结论呢，也注意说周遭要注意周遭社区最少的日照权的问题。下一章，所以呢，现在22公尺的绿地不能够满足日照的要求。那所以等待建议委员，等待都发局理清日照问题之后，再行审议本案。也希望千万不要强渡关山，以免造成体制外的抗争。所以有盼有理想、有专业、有权柄的都市计划委员，能够为林口街80巷100多位居民的住家居民留住小巷阳光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面请叶春凤。叶小姐。